这张照片真好看，是你拍的吗？是呀，这几张我都是我在上海黄浦江边拍的。你去上海旅行了？你什么时候去的？10月1日，中国国庆节放假的时候，听说11出门旅行的人特别多，车票很难买。你说的没错，那段时间车票确实不好买。我提前1个月在旅行社订了票。你是怎么去的？我是坐火车去的。